大家合掌。礼敬世尊阿罗汉，正等正觉者。礼敬礼敬世尊阿世罗尊阿罗汉，正等汉，正觉者。礼敬世尊阿罗汉，正等正觉者。礼礼敬敬世世尊尊阿阿罗罗汉，汉，正正等正觉觉者。礼敬世尊阿罗汉，正等正觉者。礼礼敬敬世世尊尊阿阿罗罗汉，等汉，正等觉正等正觉者。者。好，现在我先把声音关掉。志月，看得见我的经文吗？志月，看得见，好的。365经呢，叫做说法者经。它的巴利文呢，也是在12相应16经，它也叫做说法者经，所以我的这个扎阿含的经文是从那边拿来的。它的巴利文呢是叫做达玛卡蒂嘎。巴利文呢，法是 Dhamma 啦，Gatika 是说的意思，所以 Gatika 是说，所以说法者经。这个电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卡，就不会动。我也不知道搞什么鬼。不会动。出了问题呀、啊！这个整个文件出了问题，也不能够动，动不了。
好，我们再来过。志翰看得见我的文件吗？志翰，看见，好的，我已经把这个文字加上去了。Dhammakatika，katika 就是说的意思。哦，好了，我们看它的经文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出舍卫国，指出给孤独园，就是在紫园精舍。这时候，世尊告诸比丘。剑法般涅槃，所谓剑法般涅槃，云何如来说剑法般涅槃？就是你见到了真实的法，然后就解脱了，就般涅槃了。诸比丘白佛言：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这个我们上回已经解释过，所以我们就不再解释了。佛法的根源。啊，佛陀是佛法的眼目，佛陀是我们的佛法的依止，所以善哉，世尊，请你们跟我们说，什么叫见法般涅槃？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。那么这些我们比丘们听了，我们就会按照世尊所教的来去修习。所以。这边呢，就漏了一句话了：云何比丘得见法般涅槃？啊，所以我们这个这一句这一段呢，是应该是这里，啊，应该是下一段：云何比丘得见法般涅槃？所以佛告比丘。谛听善思，当为汝说。你们好好的听，听完之后自己想他，然后我将会给你们解说了。若有比丘与老病死，对于我们所面对的难题，老啊、病啊、死啊，我们怎么面对它？如果比丘休息的话，能够达到愿。离欲和灭尽，灭尽就是灭尽五蕴了、啊，也就是灭尽五取蕴了、啊。不起诸漏，没有四漏，就是欲漏、见漏、有漏、无明漏了，没有起诸漏，心善解脱，是名比丘得见法般涅槃，就是如果我们按照佛陀所讲的，到目前为止。这么多经文有关的经文，就是如何观察十二缘起，如何看到他的过患，然后愿离欲，啊，对他不再产生新的欲望，然后不再执着，然后灭尽就是放下对五取蕴的执着，不起诸漏，就不再有欲漏、有漏、见漏、无明漏，或者不再有。欲漏、见漏、有漏、无明漏都一样，只是排法的先后而已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就是比丘得见法般涅槃。这边所讲的就是见到法了，什么法？五取蕴，然后见到里面的那些过患，就是我们观察，观察之后，我们知道这个里面有过患。什么过患？无常。所有的这些我们所有的了，我们现有的了，我们现有的这个身心的现象，也就是五蕴，也是就是五取蕴呢。我们都一直抓取它，认为它是我，因为我们抓取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就不会见法，我们就
一次是隔座法，法在另外一边，我们在这一边，我们在世间法这边，而不是在佛法那一边。结果呢，然后我们就一直抓取，一直抓取的话，就一直产生欲漏、有漏、见漏、无明漏，它就是一直漏视。为什么叫漏视？漏视就是我们的正念，心中里面的正念跟不上。当我们的正念跟不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漏视了，我们就会被世间的欲望所抓住我们，抓住我们的心，被欲，所以叫欲漏，然后就见漏，就我们就有一种想法，一种见解，认为是我。这里边有我，身体是我，感受是我，想是我，行是我，识是我，这样，所以这叫见漏。然后有漏，然后你就会去造生与欲的业。当你去造生与欲的业的时候，就会有，就产生业，所以这叫做有漏，清楚吗？所以这样的话呢，这边就产生三种漏了咯。欲漏有漏，欲漏见漏有漏，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叫做无明漏。为什么叫做无明漏呢？就是无明的意思，就是不知道苦集灭道，所以叫做无明漏。所以因此，当一个人执着的时候了，执着于五蕴的时候，也就是五取蕴的时候，他就会有失漏。四种漏，它也就会有五种盖，它也就会有五种或者到十种的结的存在。看人的情况了，如果是凡夫，他就会有十种结；如果是出果的人，他就剩下7种结，因为他已经断了怀疑、接近取、生见3种结，还有7种结还没有断。明白吗？所以，当我们有了直取抓取的时候，五取运，我们就会有4种漏，我们就会有产生凡夫有10种结，出果的人有7种结，就是他还有贪嗔痴爱无色爱调回我慢和无明。所以刚才我就讲到无明，对吗？他就会有无明漏。什么叫无明漏？不知道苦集灭道，那就叫无明漏了。所以你看，佛陀用这些专有名词啊，这些法的专有名词呢，它是有意义的。刚才我就解释了，我就用好几种这些烦恼的名词啊，所谓五盖，所谓五下分解、五上分解，对吗？五取蕴，这些都是烦恼，还有4种漏，明白吗？还有，其实还有很多。其实我们的烦恼有108种，你想一想，108种烦恼，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北川的那个念珠啊，它是108粒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他36、36、36，啊，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各有36个，结果呢就108个，三四，过去是、现在是、未来是，所以就百八烦恼，太多了，你想了都怕，你想，哇。这么多，那我怎么去断这个烦恼？就是这样啊，他就是这样，所以你有必要去了解他，你有必要去了解佛陀所讲的这些道理。当你去了解佛陀所讲的道理的时候，你不要自己去加以就是画蛇添足了，也不要去加油加酱。就是按照佛陀讲什么，你就讲什么就可以了嘛。
没有必要多说的嘛，没有必要 自立门户，另外再添油加酱来说那些东西，就是点到为止，就是这样，佛陀这样说，就是这样说，就结束。什么叫无明？不知道苦集灭道，就是无明，就够了。那什么叫苦集灭道？苦啊，有身体的苦、心的苦、八苦、生老病死苦、忧悲恼苦，对吧？是心的苦，忧悲恼苦。所以有身体的苦、心的苦啊，所以这些就是苦。爱别离，怨憎会，求不得，无影是甚苦，所以叫做八苦。那么，所以叫苦。什么叫集？苦的原因，十二缘起里面就是讨论苦的原因，一直跟你追溯，追溯到源头去，就是无明。什么东西叫无明？不知道苦集灭道，所以你就照做，就有行。行了就有实存在在你的意识里面，对吗？然后就会有名色，你继续用你的名色来照业，名色就有六路六根，六路就出，出了就受，受了就爱，爱了就取，取了又有，有了就会生根老死，所以这就是这样十二个缘起。所以好了，不要以为这个是三世哦，不是三世。听听我们上回讲缘起的时候详细讲过这个了，所以这边就带过，就不跟你详细解说。因为如果要讲的话不够时间的，所以我们这边就带过，因为这个是指现在这一刻。如果我有执着，看不开，抓取无蕴，然后就有无明了，就行了，行了就实了，实就配合在动了，就有名色了，名色就动，然后就六路了，六路就出，出了就受，受了就爱，然后再恨了，就取了就有了，然后现象出现生，现象消失灭就是死，所以这是整个的十二缘起，如是起了这整堆的苦，所以这就叫做没有见法，你不是没有见到法，因为没有见到法，所以你就轮回咯，继续造业咯，继续产生新的业咯，贪嗔痴的业，然后继续啊，如果是凡夫的话，继续在那个十个劫里面混来混去咯，继续在三界里面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在那边转咯。如果是出果，那就不一样。他就少了前面三个，就剩下七个，就是剩下五下分解的两个贪跟嗔，他就会注意啊，我又上当了，我又去起了贪心，这样他就会发现那个贪，然后就想办法断那个贪，或者他就发脾气了啊，发脾气之后他想啊，我又上当了，我又发了脾气。下一回我要更小心，不要发脾气，所以他就在对付那个贪跟嗔，然后慢慢他就会证恶果跟三果，清楚吗？这就是佛陀所讲的出果、恶果、三果，这样它的过程就是在欲界，这是叫五下分解是欲界，五上分解是色界跟无色界，那是不一样的烦恼。那是三果的人的烦恼，完全不一样。他跟欲界没有关系了。如果他是出家人的话，他就是吃饱，就是一直在注意自己的心，然后时间到就睡觉，这样他就一直努力断五善分解。是爱无是爱，调回我慢而无明，又讲到无明，就是苦集灭道，所以佛陀才讲
如果我对苦集灭道没有对他三转十二行，我不能够称为正等正觉。只有佛陀能够这样说，阿罗汉不能够。阿罗汉也是要三转十二行，只是说他三转十二行的时候就会解脱。就像《虚生经》这样，他一直观察十二缘起之，然后他就放下，不再抓取五蕴，然后他就会解脱。至于那些三果的人，如果他的心中贪很浓啊，有的人是这样，每一个人不一样，你要知道每一个人的业都不一样。就像你找所有的人来放在面前，每一个人的业都不一样，所以他必须要修不同的法。是你清楚吗？佛陀的法是适合所有的人修的。只是说你修到三果，你就知道哦，我是贪比较严重还是什么东西，他还是有。所以如果他认为他的贪严重，他继续降服他的贪，然后最后他的贪就消失了，那就叫心解脱。他不用去修观十二缘起，这种是不一样的解脱的阿罗汉，这种叫心解脱阿罗汉，就是他一直对付贪，是爱无是爱也是贪来的嘛。所以无明里面呢，他有贪嗔痴嘛，因为那个是集嘛，苦集灭道的集嘛。集里面有贪嗔痴嘛，不像慧解脱，慧解脱是专门对付痴，痴一给它拿掉，贪跟嗔自动就消失，所以不一样。所以慧解脱的人他比较高，因为他是属于慧。虚生所面对的那些和尚是慧解脱阿罗汉，那也很少见。实话说很少见，这样的人也是很少见。就算你对付一直修到五上分阶，那个我慢啊，认为有个我，那个也是属于贪。色爱无色爱是贪，我慢呢还是贪？为什么你有个我嘛？你有我就会有爱嘛，所以它还是属于贪。所以最后，如果你把它解决的话，无明就破了，所以就三转十二行，苦苦因知，苦已知，集集因断，集已断，灭灭因证，灭已证就是已经证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道道因修修八正道，道已修已修就是阿罗汉了。不管你是心解脱还是慧解脱，或是具解脱，都是阿罗汉，不可能是正等正觉佛。你只是因为你已经有了那个佛陀教的苦集灭道嘛，你就参考它，然后你就这样修，修到解脱，那就是阿罗汉，不可能是正等正觉。正等正觉的人，他是没有人教他的，没有佛法了。他自己再去找他的，所以那才是正等正觉。所以佛是稀有的，明白吗？但是尽管说佛是稀有，实话说阿罗汉也是稀有。你能够找几个阿罗汉？几百万不同里面找到一个，真的没有骗你的。就算你几百万个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一个阿罗汉，人来修行人来讲，不修行的人更不用说了，那更多，那数目就要更多了。所以因此阿罗汉也是稀有的，他不是 很常见的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你明白他了，然后你就见法，你见法的话，最后你按照这样来说，你就会厌，就会离欲，就会灭尽，灭尽无取欲，就涅槃了，就不再有欲漏、有漏、见漏、无明漏，因此就不再造业，就无明就破了，就不会有行，
无明灭故行灭，行灭故识灭，识灭故名色灭，名色灭故六路灭，六路灭故触灭，等等，触灭故受灭，受灭故爱灭，爱灭故取灭，取灭故有灭，有灭故生灭，生灭故老死，愁悲苦忧恼，全部都灭掉。这就是剑法般涅槃。所以剑法般涅槃的人呢，这边是指什么东西？可以是心解脱，也可以是慧解脱，也可以是具解脱，因为他都修到解脱嘛，他都要经过这个阶段，他都要愿，他都要离欲，他都要灭尽，对吧？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小小的这样一部经啊，要解说起来也很长的时间的，我只是简单说而已，没有详细说。好了，我们看十二相应十六经，说法者经。在舍卫城，如果你讲舍卫城，一定是指述给孤独言止脱精舍。所以这时候某位比丘去见世尊抵达后，向世尊问讯，问讯之后坐在一旁，坐在一旁那位比丘对世尊说，大德被称为说法者，说法者什么情况是说法者呢？比丘，如果对老病死、老死厌离欲灭尽而修法，不要说教导法，而教导法也可以啦，说那么这样就叫做说法。你如果一个个了，先看老子，然后生，然后有，然后取，这样一个个回去了。对老死是为了厌离他灭尽的行者，就是修行人，这个叫做法，随法行者才是适当的缘人。对老死如果是厌离他灭尽不抓取而成为解脱者，这个叫做单身般涅槃，也就是见法涅槃了，就是这一世见到法就涅槃了了。这个所以这边有三种，一个是说法，一个是法随法行，一个是单身涅槃，这一生就涅槃。所以这个讲是老死咯、啊、然后就下来老死界来前面，如果对生厌离贪灭，如果对有啊厌离贪灭，如果对爱啊厌离贪灭，如果对受，如果对六路，如果对名色，如果对识，如果对行，如果对无明厌离贪灭。教导法修行法随法行和不取诸漏不自取啊，成为解脱者，单身涅槃，就是见法涅槃了、啊。这个是适当的言论，所以他这个的这一部经的用的词语跟杂阿含稍微不一样，不过意思是一样，所以这部经就讲完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讲366经，毗婆斯经，它是十二相应第四经，毗婆斯经。他的巴利文呢，我们看下面，十二相应五经十七经，
比舍佛经十二相应六经，比舍十二相应七经居留孙经，十二相应八经居留孙居那含经，十二相应九经迦叶经。所以有不同的名字，比婆斯就是 Vipassi， 我们就用十二相应第四经，所以这边一共有几部经都是一样的内容，那这一部经就会花很长的时间说了。好，我们看这一部经。字也看得到经文吗？看到哦，好的。如是我闻佛住舍卫国，此处给孤独言。这时候，世尊告诸比丘：比婆斯佛未成正觉时，就是 Vipassi 啊。比婆斯是过去的一个古佛。很久以前的，未成正觉，就是他还没有成佛的时候，独一静处，他自己一个人在安静的地方专精禅思，就是很用功在修定，做如是念，一切世间皆入生死。自生自熟自灭自末，而比众生于老死之上，出世间道不如实知。这是佛、他自己在，也就是菩萨，他还没有成佛之前，在想，他在观察。他说，所有的众生的真实是自己生的，自己熟，自己长大。自己老灭掉，然后自己消失，而这些众生对这些老死、出离老死的那个出世间道嘞，不如实知，他们不知道，他就观察，何缘而有这个老死呢？是什么缘？你看他的比婆斯成佛的过程跟释迦牟尼佛是一样的。你看看观察，为什么会有老死呢？他就正思维观察，如实无间等起，如实无间等起。啊，阿比萨玛雅，他的巴利文是阿比萨玛雅，无间等起。啊，如实的是亚塔布坦。观察无间等起，阿比这是无上、那么萨玛雅就是在那边做修行、观察，所以无间等起就是不间断，一直在努力在修啊，他就知道为什么老死，因为生的缘故，所以产生老死。好了，缘生故有老死，他就讲为什么会有生呢？他就无间等起，如是观察，有的缘故，所以有生。他在观察，为什么会有呢？他如实的正思维，如实无间等起，因为取的关系才有。他在正思维观察，为什么会有取呢？他就正思维，如实无间的观察，因为执着，对吧？为什么会有取？因为执着啊，执取，因为爱，对不对？因为有爱，所以执着有顾念、畏着，看到吗？执着、顾念，那么这个就叫做爱。因为爱的关系，才会有取。缘取有生，缘生有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如是大苦聚集啊。所以
因此，比伯斯菩萨就悟完这个之后呢，就成佛了。所以你想一想，你想啊，这么简单呐、啊，这么简单，你想想，你会想得到吗？想不到。就是想到你的脑都干掉，你都不会想到这些东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边的愚痴的关系，没有骗你的。我们都认为我们好像很聪明，其实那就是我慢。我们其实都是很愚痴的，自以为是。所以你认为自己会想出来这些东西呀、啊？你想不出来的，如果从来没有人讲，你怎么想得出来？而这些人呢，成佛的是他们一直在修的，一直在思维观察的，最后才给他观察出来。所以比波斯佛菩萨就从菩萨变成了佛，在这边虽然没有讲了。比如缘由而住而燃灯，就是如果你有油，如果有灯芯，然后你就能够点灯。啊，如果你增加油，自助比灯长明，那么你那个灯芯啊，不停地一直给它拉上、拉上、拉上，那么下面一直添油，那么那个蜡烛啊就一直烧，对吗？比灯长明，直燃不息，如前来。看，比成比管说，就是好像前面的啊，比喻啦，好像一个城墙啊。当然我不知道它的内容啊，这边是讲城墙啊。前面的赞叹这种比喻，就是像灯，你灯芯一直给它延长，啊，是灯芯会烧黑掉吗？稍微你去把它拉上一点，你要拿一个夹了。以前我点那个油的，在很早以前了，我自己在这里北部1000多公里盖寺院的时候，那个寺院本来盖好的，那是2011年就盖好了。但是我盖的寺院盖得那么好，地又大，空气又好，没人来，所以没办法，我就卖掉。卖掉了之后，我才搬来悉尼，才有人来。所以尽管我的理想是很好了，要有一个禅修的地方，没人去，那我一天天老去，那我坐在那边等死啊，我不干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把它卖掉。搬来悉尼就因为没钱，搬来搬去都是地方很小，这一回搬对地方了，所以我才扩建，这边现在才有佛堂。所以你以为容易啊？不容易的。其实我们出家人也不需要做这种事，做这种事浪费时间，不如实修来得好。当然我也是在修，我并不是没有在修，我天天都在修，我天天都在念死，会死的，我不要再生出来。你就念那个死，为什么会老死？因为生，不要再生出来，下定决心。那你要修吗？就不要生出来。如何修不要生出来？不要造业，就是这样的关系。所以我只是用这个灯芯啊的事的。我以前我是点油的，因为比较便宜嘛。油你可以买一桶，以前的油很便宜，现在的油不行了，很贵了。我买最便宜的油，灯芯很简单嘛，就是棉嘛。棉卷起来的嘛，然后油蜡烛一点一下灯，它就一直点亮在那边，
我一根灯芯可以烧整个晚上，第二天再换一个新的灯芯。灯芯我是从马来西亚买来的，还留了很多。现在我不点灯了，太危险，会烧掉寺院的。总之，油灯芯，然后你的灯光就一直亮着。它是一个比喻，比喻什么东西？比喻你的心中一直在修那个法，你这边一直有亮，这里边一直有亮光。什么亮光？正思维所带来的亮光，它的亮光会让你见到法，见到我不要生出来，那我要做什么？我不要再造生与意的业，这样就是这样，那就是造维持这个生命的业，怎么样维持这个生命的业？就是吃了，住了，就这个就是这样，大便小便了。这就是我们出家中能够做的了，还没有新冠病之前，我还去想跑国内，实际上现在不想跑，我是不得已的，我有事我才跑，现在我不想跑。第一点身体不好，第二点眼睛不行，第三点没有气力了，走也走不动。人老了嘛，77了，那你要我怎么样？对吗？如果有缘，你们自己上来这里听听讲，我讲点法，听得入耳，你就去修，就是这样的。你听不入耳，你要怪我，我也不没有办法，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解释太多。我已经尽我最大的能力来解释了。哦，这就是他的比喻，所以佛说此经与诸佛、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。那么，不只是比博斯佛，还有斯其佛，还有比士伯佛，还有迦罗迦孙提佛，还有释迦牟尼佛，还有迦叶佛，每一个佛都是怎么样？都是悟这个12缘起的。为什么会有老死？他就找找找，因为生的缘故。为什么会有生？因为有的缘故。为什么会有有？因为取的缘故。这样，为什么会有取？因为爱的缘故。一直往回推，就最后就解脱了嘛，就得到正等正觉了嘛。这就是佛陀觉悟的那个12缘起的过程了。好了，南传的经文，十二相应是经，比博斯经，比巴西苏当，比丘们，地点也是在舍卫国了，只住给孤独院。就在比博斯世尊阿罗汉正觉以前，就是他还是菩萨的时候，他想。这个世间陷入了苦难，被生老病死所困着。这个世间已陷入了苦难，被生老病死所没，再生，然后不知道生老病死苦在哪里才能够处理呢？这老病死处理怎样才能够被知道呢？所以这时候他就是观察。什么东西存在才会造成老病死呢？他就观察，因为身的存在，他以慧来现观，现观，巴利文刚才我讲的了，阿毗萨玛雅。现观，因为身的关系才会有老病死，一样的，所以它的内容是一样的。为什么会有身？因为有的关系，有的存在才有生，它为什么会有呢？因为取的关系，取存在，所以才会有。还在观察，为什么会有取呢？因为有如理着意啊，会现观。
因为爱的关系，所以才会有取。所以你看他这边要如理着意，也就是正思维了。以慧来现观，就是观察了啊，观察。因为爱的存在，所以才会有取。那么他在观察，为什么会有爱呢？因为有受的关系，所以才会有爱，受关系才会有爱，所以还在观察，一直往回头了。为什么会有受？因为有六处的关系才会有受，处的关系才会有受，然后再回头观察，为什么会有处呢？因为有六路的关系，所以才会有处。所以这个就是一直往回推，也就是。他整个这个12缘起就给他悟出来，他悟出来之后，他就成佛了。每一个佛都是这样啊，所以这时候呢，我们就一直往回推，推到无明为止一直到无明为缘而有行，行为缘而有识等等，识为缘而有啊。名色一直身为缘而有老死，如是这整个苦运的集。所以啊，他说比丘们集，在以前未曾听闻的法，比博斯菩萨的眼升起，升起什么眼？法眼啊，升起慧。升起智，智升起，升起慧，升起了明，升起了光。这个呢，巴利文呢叫加贡乌达巴迪，涅那乌达巴迪，班雅乌达巴迪，迪迦乌达巴迪，阿罗哥。乌达巴蒂升起就是从他的内心里面出现，升起来。乌达巴蒂，乌达巴蒂，升起。这个是光，是阿罗哥，阿罗哥乌达巴蒂，名是维迦乌达巴蒂。慧是班雅乌达巴蒂，班雅乌达巴蒂，智是雅那乌达巴蒂，眼呢是加贡乌达巴蒂，啊，这是在《转法轮经》里面的文句，它的巴利文的文句，所以这时候比博斯菩萨像。什么东西不存在？老死不存在呢？它这是刚才是逆，现在就顺轮回了。什么东西不存在？老死不存在呢？生不存在，老死就不存在。所以生不存在的时候，老死就不存在。所以生的灭，老死灭，这是里面的如理思维的过程。先要想。什么东西不存在，老死就不存在。那接下来就是生的灭，老死就灭。所以这个呢，是他的如理着意的方式，就是佛，所有的佛都是会这样如理着意。我们呢就不会如理着意，我们不会如理着意，但是佛陀有讲。一个修行人，他就会慢慢培养他的正念，然后他就会慢慢的如理着意。当你有如理着意的时候，就会修八正道。佛陀说，他说，当一个人有如理着意的时候，就好像太阳要起来的时候的明相，就是天空会微微的亮起来，金黄色的，那就叫做明相。什么叫明相？就是太阳要出来了。
所以如理着意就是会要出来之前的名相，所以非常重要，如理着意才会产生智和慧，非常重要。所以这边就是看的过程，什么东西不存在，老死不存在，生他就考虑考虑啊，生不存在，老死不存在，这是绝对的，这是一个定律。所以那么再想回头，什么东西不存在，生就不存在，有不存在，所以生不存在，所以有灭则生灭，对不对？什么灭则生灭，有灭则生灭，对不对？什么不存在，生就不存在，什么灭，生就灭，有灭就生灭，所以一个个往回推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一直推推推推推到后面的时候，什么不存在，行不存在啊？什么的灭，行就灭。所以他就想，无明不存在的时候，行就不存在；无明灭的时候，行就灭。这是最后最后一支啊！所以无明不存在，就是苦集灭道你通了嘛，你就不再有无明了嘛。因为每一个这个都会给你带来眼身。智身、慧身、明身、光明身五个，眼身、智身、慧身、明身、光明身，每一个阶段，它都会给我们里面带来五种智，也五种光明，可以这样说。啊，眼身、智身、慧身、明身、光明身，它会使里面。这边啊，正大光明，在这个里边，只会你当你一直观察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最后你看到无明破掉的时候，它就会这边产生正大光明，所以就无明就破掉，就阿罗汉了，就是会解脱阿罗汉，就是靠这样的过程，就是每一个什么东西不存在，老死不存在。这样，生灭故老死灭，什么东西不存在啊？行就不存在，无明不存在的时候，行就不存在。所以你必须要找到这个东西，一个个，所以最后你就会产生眼生，就是升起法眼。什么法眼？就是见到法嘛。所以《杂阿含》里面跟你讲见法涅槃嘛，见到法。虚生经里面那六十个和尚也是这样嘛，就是见到法他就涅槃了。所以这就他们已经知道了，他们就这样一直注意他的心，心一直跟着见到法，然后最后就见法，所以叫做先得法住智。是心一直停在法上面，见到法，后得涅槃智，这就是《虚生经》里面那六十个和尚就是这样，会解脱阿罗汉。好好的，所以因此无明不存在的时候，行就不存在，然后无明灭的缘故，行就灭了。所以无明灭，行灭，行灭就识灭，识灭名生灭，然后名生灭。等等，一直到生灭、老死灭、如是灭了这整对整个苦语啊，如是灭了这整堆的苦啊，老死愁悲苦忧恼灭，如是灭了这整堆的苦，这个都在我们的课诵本的早晚课诵本里面，早上念，晚上也念，你自己要背它起来。背熟了，然后你自己要用到的时候，你就会出来，不需要再看经文，它已经在存在你的脑里面，
所以你只要用到的时候就会出来。好的，所以他到了这里的时候呢，比伯斯菩萨就说灭灭以前未曾听闻的法，比伯斯菩萨的眼升起，智升起，慧升起，明升起，光升起，因此他就成为正等正觉佛。好，对七佛都应该这样细说，就是每一个佛都是这样说，只是换名字，内容是一样，就是这十二缘起之。什么有就产生老死，什么灭就老死灭，这样细说，一个个就是逆的缘起啊和灭啊，逆的灭就是它不是顺的缘起嘛，是逆的缘起嘛，所以逆的生和逆的灭。啊，顺的生跟顺的灭也可以啦，但是顺的生跟顺的灭很少人这样说，没有必要这样说。我们是要出轮回，所以必须要用逆的方法。为什么会有老死？因为生的关系，所以这叫逆。你往回头走，走到无明去，走到它的源头，所以叫逆行啊。就好像你从长江逆行，你往上走，一直走到这个三峡啊，白帝城，一直往上，这叫逆行啊。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去，就去了一次，就是这样逆行。它要经过那个，它的江水是往下往东流的，但是我们是往西走逆行，所以这个也是一样，这边是逆行，所以必定要逆行，你才会出轮回嘛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四气，四气佛，啊，四气世尊，对不对？接下来看比舍佛，十二相应六经，比舍佛还是菩萨的时候，他也是观察这十二缘，十二逆缘起之，然后接下来拘留孙佛，你看比伯斯一个，斯契两个，比舍佛三个，拘留孙四个，拘拉行五个，然后接下来迦叶六个，对不对？释迦牟尼佛七个，所以七佛啊，七佛一个很出名的叫七佛通缉。什么叫七佛通缉呢？啊，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。七个佛都说这个东西，所以叫七佛通缉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，这叫七佛通缉，就是这七个佛说共同说的。好的，所以迦叶佛之后就是释迦牟尼佛嘛，所以叫七佛，所以这个经文就叫做最早就是比伯斯开始，然后接下来这七个，所以我们这一部经也讲完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讲这两部经，现在我们已经用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。好，我们就把声音打开，有问题的提出来问。师傅，啊，说，师傅，那就是有独觉佛的话，他们也是悟到十二缘起才会正等正觉的吗？当然啦、啊，不然他叫佛，对吗？他叫必知佛，
必支佛他也是悟这个十二缘起支，但是他不会说法，他成佛之后就自己走了，静静的就走了。所以必支佛很多的啊，有一部经好像是叫《仙吞经》或者《吞仙经》，就是指讲这些必支佛的故事。师傅，你可以分享那个经文吗？经文呢，要你自己去找嘛，《仙吞经》或者仙吞经。吞下去的吞，就是那些神仙哦。去到山里边就不再回来了，就都解脱了，所以叫仙吞经。好的。有的找的南传经文，不过北传好像好没的。有。谢谢师傅。下一个问题，很多都没有开视频。都是黑的，这位是谁？自如，这位是谁？安妮，定慧，这位是谁？Midnight，媚九，主念，主念是出家众吧？是，应该是主念。好了，有没有问题？广修也是出家众吧？是吧？哦，好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就结束了。来，师傅，快快，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说那个有缘生，那是不是就是只有出家众，才能达到这种业有，就是没有这种状态呀？没有有，那就解脱了。啊，对，就是说，是这样如果说，想不再轮回的话，是不是必须得出家？不是这样说的。你看佛陀的时代，有一好几个在家人，没有出家都修到阿罗汉。佛陀的时代可以了，现在可能比较难了。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比较难了一点。第一点。很多假的法，而且有很多出家众讲的法是似而非。结果呢，那些人就分辨不清。然后你如果去修的话，就修不来咯，修不到成绩嘛。我们应该按照经文。论里面有一些未必是正确，所以如果你太过专注于论，就会有一些偏差。所以我们应当追寻着经文里面的教导来去修就是了。已经太多这些有关的经文足够我们参考了，对吗？论也不简单呐、啊，都是很长篇大部的。所以我也并不是说论完全没有用了、啊，论也有一点参考的，可以拿来参考的啦。比如说阿毗达摩是可以参考的，北传的一些论呢，也是有一些可以参考的啦，白法明门论这些，中论呐、啊。龙树所写的《中论》啊，怎么等等，《瑜伽四谛论》啊，这些都是北传的一些论，可以参考，但是不要把它当真，不要把它当成是正确无误的。那如何去找到真的？那就找经文。那经文里面呢？
经文里面呢，又有一些我们要比较，就像我这边所做的，我们拿扎阿含卫，这是北传的，那我们比较南传的，比较了之后，你就知道它的有一些什么偏差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出它的差别。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呢，就比较，融会贯通一点，比较圆满一点。好，好的，师傅，还有个问题，说。就是困扰我挺长时间了，就是说我在这个今世，就是在我这个，在这现在这个世里发生的这些事情和遇到这些人，是因为业呢，还是因为缘？很难说，很难说，因为这些业的东西呢，就算是阿罗汉都很难看得到清楚，它很复杂的，就是那些人跟人之间的身与意的业的是纠缠的，纠缠在一起，它并不是一个单向的。一种业的往来，而是双方的，而三方面不是身的行为，而语的行为，还有意的行为，结果身与意在跟对方，在跟其他的，然后纠缠在一起。你想一想有多复杂，不是这么简单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没办法去说，说不清楚。尤其是你看。以前有句话就都讲“清光难理家中事”，对不对？都跟你讲这东西有了，家里的事情呢太复杂了，啊，老父老母、丈夫、妻子、孩子，你以为简单啊？里面很多纠缠的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如果你一直在住在一起，本来就是因为业的关系才会来找你。那长大的时候呢，孩子跟父母、跟老一辈都是纠缠在一起，麻烦的，比较麻烦的。所以这种事情我们看不清楚的，很难看得清楚。所以这边有一个人谈阿毗达摩的五门心路，心路过程呢，就是我们的心根门呢、啊，以眼门来说，眼睛看，对不对？看了就会有接触、领受、推度啊等等，这是它里面所用的名词了。你看了之后，你就领受，然后推度，然后就接纳它了。然后你接下来你就进入熟行性的阶段，就是你一直在看着它。首先是触，以简单的来说了，以我们经文的语词来说，就是眼触眼色接触。但是阿毗达摩就把它解释成一种心路的过程，那就很详细，里面就分成几十个心路过程，对不对？有熟行心，有触，有领受、推度、确定，然后接受，然后你就一直看看这个东西了，然后就进入熟行心，然后前面后面又有熟行心的波动的阶段，太详细了，是也是可以，是不是这样？不知道，你以为它是正确的，佛陀都没有这样说。那你说这些书信心讲得这么详细，他比佛陀还厉害，对吗？他只是一种理论的推论而已，是吗？未必是正确的，不过可以参考了。我就是这样说了。好了。还有一些人说看了几遍看不懂，是啊，阿毗达摩不是不容易看，他很深的。
你要找比较简单的来看嘛，看那个，色药，阿毗达摩概要的色药，就是简单的介绍，有中文翻译的，不过中文的翻译的那个很色，翻译者他所用的那个名词非常色。后来好像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比丘另外翻译过，就比较容易看。你们就去找那一本来看，也叫做《阿毗达摩概要》，好像是这样。那个就比较容易看一点。好了，如果没有别的问题，我们就到这里结束。大家合掌，我们回向。愿以此功德导向诸漏尽。愿以此功功德德导导向向众漏尽，愿以此功德为证涅槃缘。愿以此愿以此功功德为德证涅为槃证缘，涅槃缘。我以此功德回向诸有情。我以此功德回向诸诸有有情，情，愿诸有情众同得此功德。愿愿诸有情众得得此此功功德，德，萨萨埵都萨都萨都，愿以此功德为愿以向此龙天功德王大回老爷向护龙持天佛护法，教。愿他们护持佛晚教。安，感恩尊者，感恩尊者，感恩。